不要再追了。啊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郎哥。几天没见了，今天找到一个有可爱动漫妹子的恐怖游戏。Nice， 先打开给你们看。是的，就是这个游戏叫做 School Way。你可以看到有很可爱的动漫妹子，这边右手边又有一只，可能你们看不到，因为我刚好挡着她的脸的。那么我几天没放影片了，因为最近比较多一点点的事，那么没事了。你们准备好看动漫妹子了吗？这也是一款恐怖游戏啊，说明来吧。OK， 这里有的选难度，有简单、中等和困难，还有最后一个学生男孩。如果我选最后一个，会发生什么事啊？要不试试看呗。我直接选最高的难度了，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分别啦。这是我吗？这动漫的这动漫女竟然是盲的。Very creepy, very scary. There's someone walking with knife. But I think. 哎，至少还有配音的嘞，这个游戏。No, you can't. I won't go there.哎，我靠，这个配音是男的吧 ？With your father, okay. Oh my god. I'll go myself. I don't care. 哎呦我的妈，这动漫女的配音直接找个男的随便来。Wow, Jaja. I'm very good boy. I go myself. 干。OK， 所以我一个人进入了这个。What the? What? The hell? Where am I? What? 游戏开始了，刚刚有一个动漫女冲过来了。OK， 可以跑，可以跳，可以看上面。哎，我还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。我拿着一个手电筒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哇，我走得蛮快的嘞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学校里面吗？好黑哦。为什么都是青色的呀？墙壁，这里个是什么？可以拿起来吗？什么来的？这游戏完全没有告诉我要干嘛。那么我相信，应该是比较经典的是要逃走吧。这里看起来是学校，这个有好大个锁匙哦，我都不想讲了。这锁匙他妈的直接是开天堂之门了。我好像看到有东西动了。哦，现在是怎样？我被追了。OK， 我可以绕开他吗？可以啦，他跑得那么慢，可以。OK， 神心跳得很快，因为他太性感的关系。哈哈，不是他太恐怖，是因为他长得太……哦，没有气力了吗？哎，你没有告诉我哎，游戏。Damn！Oh my god！ 简单又恐怖啊，简单又吓人啊！这个游戏可以，可以，完全可以接受。所以找锁匙是我要做的事情。OK， 那个锁匙会在同样的地方吗？然后我被追了，只能绕开它吗？哎，在同样的地方哎，锁匙。我被追了，我不知道能怎样哎。又不能躲起来。OK， 哦 ，shit， 你怎样出来的？我跟你讲哦 ，oh shit， 他走得好快哦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我干，他直接是漂移的，他走路，我跟你们讲，快点，走了。OK， 他在那边，他没有发现我吗？好像没有哎。OK， 他又漂移了，我跟你们讲。他走路突然加速的，跟你们讲搞什么？我靠 ！OK， 他这样子突然加速很恐怖哦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拿了三个锁匙。我跟你们讲个屁啊！我看 ，OK， 这比我想象中的要刺激一点。OK， 我拿到三个锁匙，现在我要干嘛？到底要拿多少个？我还是被追着呢。OK， 绕路一下。来呀、啊，笨蛋！你不要漂移啊！不要再追了！
我逃不掉呀，他死追呀。看，我不能躲他吗？我能怎样哦？他被直接一直被追到死为止哎。OK， 冷静。OK， 这地图让我有点混乱了，因为看来看去都是一样的。记得这一边有一个锁匙，它锁匙是在同样的地方了，所以我要记得就好了。会来吗？过你的期望。哎，又来了！哎呦，我的妈哟！这没你想象中的不恐怖，只是有点吓人。他只是眼睁睁的这样子看着我，我靠你妈！他走得好快啊，突然，Oh my god！ 你跟到我那么紧吗 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不要再跟了。我完全是没有办法躲他的哦。OK， 那些桌子挡着我。OK， 没事，我至少拿到了。我的体力还是有限制的，所以我要还在跟他，还在跟。OK， 你继续的跟，不要挡着我桌子，不要挡着我。他还在跟，24小时跟着我了。No！我只是找到三个硕士。我是不是选错难度 ？OK， 你知道什么吗？你们知道什么吗？哦，我把难度调低一点点吧。我觉得他走得太快了，而且他这样子死追着我。我觉得我，挑错难度了。不好意思，真的，我觉得他这样子。追得我那么紧，我没有办法通关。这次我选中等的难度吧，好不好？公道一点。OK， 这里可以跳走它，来看看中等的难度会有什么分别啊？来看看是什么分别啊？我猜测的应该是它走慢一点，它应该是会走得慢一点。有吗？有走得慢一点吗？好像有哎，希望是啦，我希望啊，因为他那个最高的难度，他直接是会漂移的，我跟你讲。OK， 他走得比较慢了，我安心了一点点，觉得还好啦。现在 ，OK， 你继续追，还是公公不，还是很吓人。OK。他至少不会像刚刚那样突然加速了，就像那种开车的感觉，突然加速的，看，漂移了他走路，他还在追耶，这完全是没有的躲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很不公平哦。OK， 我要绕开他这里，他完全是死追着，没有办法躲的呀。如果他加速的话，我是死定了的。那个桌子挡着我。冒了一身冷汗，可是没事。我发现我是可以跳的哟，可是跳有什么意义啊？我可以跳在他脸上吗？哈哈，好笑哦，笑哦。这个锁匙要收集多少个啊？哦，又来了，我跑，呼，我跳，跳有什么意义？没有。可以跳过去吗？我觉得不可能。OK， 继续的跑，继续的追，你继续的追。哦，骨头路。OK， 没事，冒了一点冷汗，没事。这里有吗？没有锁匙的，干得漂亮。我好像每一个房间都找了嘞，我找完了嘞。现在是怎样 ？Hello， 我大概是所有的锁匙都找了的，我跟你讲。难道我要去这个大门开门啊？哦 ，What the hell？ 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掉下来了吗 ？Oh my god！ 这个游戏 ，OK， 我掉下来了，看来是掉下楼梯了吗？我的女朋友在哪里？女朋友不来救我吗？女朋友的出场就那一点点吗？就刚开始出场那一下罢了吗？
就这样就结束了，女朋友。OK OK OK， 这里有一个，哇，好近哦，这个。OK， 如果他从门口进来，我就死了。没有，他还没有来到，还没有，还没有来到。还有吗？我，哦，他来了，我收集了很多锁匙了耶。我好笨哦 ，OK， 从这一边开始还好。我好笨哦，那个厕所，我需要锁匙打开这个门 ，OK， 所以我需要找更多的锁匙。我好笨哦，这个厕所不能进去，那厕所是陷阱来的，如果进去哦，没有地方躲了，进去直接是死路一条。OK， 这个没有了，快点走。我不知道要找多少的锁匙，它没有显示的，你知道吗？只能拆了。没有心跳声，还好。没有来到吗？还没有来到。没有锁匙。哦，来了来了，我敢向你们保证哦，应该是没有锁匙了的。OK， 所以我打算是 ，OK， 我好像没有来过这一边呢，我好像没有来过这一边的。等一下，绕开它先。不要再追了好吗？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一起进来。OK， 这边有一个。OK， 应该是找完了，现在要绕开他罢了。哦，我被他吓了好多次哦，够了，已经够了。阿郎哥，够了呀！哎，这边没有来过的。哎，不要过去了，那边是骨头路，可以走了吗？拜拜。哎，不行哎，你在逗我吧？我没有锁匙可以找了，我已经找完了呀，我每一个地方都去过了，我有错过什么地方吗？没有耶。 OK， 多 OK， 他完全是死追着不会停了，跟你们讲，难道我错过某一个房间了吗？没有耶，这里有吗？这个房间是没有的呀。 OK， 我让他进来先。你哇！你给我绕圈哦，你给我走位哦，我跟你讲，有吗？没有喂，真的，我找完了。喂，喂，喂，这里是哪里？为什么我可以进去那个布的后面的？可是又没有东西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奇怪哦，我每一个房间都进过去了的，还是我要上回去吗？不能耶，不能打开这个门耶，我上回去看看。我不能。我不能上回去，我卡在那个楼梯死了。2 hours later. OK， 你们知道吗？我会再试多一次的。我肯定，我应该是呢，找少了一把锁匙的。我只是猜测啦。OK， 没事，我应该是找少了一把锁匙的，可能是我倒霉吧，或者是我错觉了。就是感觉自己找完所有的房间其实是没有的。这个男主角的呼吸声很大声，我听不到他的那个心跳声，听不到心跳声就不知道那个女这个杀人魔来自还是什么的。反正呢，我就是会把这个游戏给通关掉，尽可能的，不会那么容易的放弃，也放心吧。 OK， 这里有一把，我找了三把了，在这个楼下，我猜测应该是有四把，因为我找了三把是不够的，所以应该是还有一把，问题是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再试试看。我已经在专心的找这了，阿郎哥加油，干巴得古勒，你一点都不可爱哦，动漫妹子，别的动漫妹子那么可爱。OK， 继续绕路他先。哦，哦，那个桌子挡着门了，我干哦！推走他，快点。OK， 成功逃离。
Oh my god, 吓到我蛋蛋都不见了，哈哈。没有诶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。每一个房间我都找了，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呢？谁可以告诉我？谁可以告诉我？就是不能打开，就是不能打开，傻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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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逼逼，难道在这个红布的后面？没有啊，问题就是没有啊，这个红布的后面。可以躲开那个，可以躲开那个女杀手的追捕诶，诶好像不行诶，屁啊，躲躲个毛啊，躲躲毛又有啊，结果呢就是找不到，真的。2 hours later， 贪心了，诶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发生了某一些事诶，这地图不一样了。地图不一样了呀，刚刚不是这样了，不是图书馆了，为什么有图书馆 ？Oh my god， 这好诡异哦，这真的很诡异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这房间不一样了。OK， 可是那个女杀手还是在追的，来了，哎呀，无论我怎么逃怎么躲，她都是知道我在哪里的，你知道吗？超烦的，这个房间没有。OK， 这里要绕他一下了。OK， 绕开了。可是现在我找到锁匙了，我找到新的锁匙了，就因为这些房间不一样的关系。耶，干得漂亮，卡住了。哦，所以是楼上吗？原来我是可以上来的哦，我怎么不知道我可以上楼的？哎呦，我好笨哦！没事没事，现在我已经看到了，我已经看到了通关的希望了。至少我知道我要找多少把锁匙，总共是五把的，我只要小心一点就好了。虽然我被抓了好多次，希望你们不会，你们不介意。OK， 这个楼上呢是有两把锁匙，拿了吗？拿了，拿起来了。哦。哦，有点靠近啊，我干，好靠近啊，真的好靠近啊，有点太靠近了你，干，跟你玩追追真的是玩的我心都寒了。这个房间没有，这里有吗？请问有吗？有。OK， 刚刚我就是在这个房间死了，小心一点就好了。其实，哦，是，你不要现在给我喘气好不好 ？Oh my。你不要现在喘气好不好？他在你面前你才来喘气，哦，我都要喘气了啊！哎呦，好，这个楼上呢只有两把锁匙，然后我两把都已经拿到了，现在呢去楼下，楼下有三把锁匙，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的，那么。剩下拿了这三把锁匙，应该是可以走了，应该是可以通关的吧？应该罢了 ，OK， 应该罢了。这样子的游戏，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哎呀，他来了，这个房间，这样子冲出去门口很容易死哦，要等一下吧。这个房间很容易绕开他了，那么大，过来呀、啊，笨蛋，你一点都不可爱啊，你知道吗？我通常看到动漫的你，好可爱哟。可是这个真的是，谁把它做成这样的？至少做可爱一点，他追我，我都会觉得有点开心的，特开心。就至少把它做成一个粉红色头发的动漫女啊，比较可爱啊，我可能会比较开心、兴奋的被他追。可是这个黑头发啥都没有，那个眼睛像死鱼一样，一点都不可爱。OK， 还有一把罢了，应该是在这里。对的，好，五把锁匙了，应该是可以走了。可以走了没有 ？OK， 他要来了，我不要冲出去，我不要冒这个险。我总共拿了五把的锁匙了，请告诉我可以离开了吧？真的，我已经找锁匙找了好久了，可以走了没有？啊？你不是逗我吧？还要找哦？What the hell?
我真是不行耶，跟你们讲。什么鬼，我找了五把锁匙还不够打开那个门吗？你们有看到锁匙吗？是我没看见吗？是我看过眼了吗？我看错了吗？我看漏眼了吗？如果真的我有看漏眼的，请你们告诉我，在你们的心中我会收到的，我会收到你们的信息的。如果我有超能力的话，哈哈，好笑吗？嗯 ，Oh my god， 真的没有哎，真的没有，我服了，我真的找不到，我真的找不到。你为什么卡在那边？你是笨蛋吗 ？Hello， 喂，你做梦？那你可以这样子卡住的。那么呢，这个游戏就到这了。那么我希望你有好好的 enjoy 这个影片。那么如果你想支持我的话，给个订阅吧。嗯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嗯，拜拜。